莲华宋大师很伟大的。哎，你们谁知道？哎，我讲过了，一定有人举手的。莲华宋大师，乌地亚那、乌藏那，地点在哪里？知不知道？巴基斯坦。告诉您，就是阿富汗。因为我讲过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我在餐桌讲了，说你们知道了，嗯，这不算。其实阿富汗以前呢，是真的是佛教很兴盛的一个地方。而且你如果查阿富汗的历史，你们会知道阿富汗以前呢，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，最安居乐业，是个乐园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这个就印证了一个佛所说的一个道理，一个真理，无常。乌迪亚那、乌藏那，其实就是阿富汗。你看阿富汗以前有很多很大，跟山一样大的大佛，被炸掉，被炸掉。所以莲华生大师其实就是阿富汗的人。